蔬菜啥也叫走哪里啊？去解放碑。捆好安全带。现在开出租车辛苦哟。人之初性本善，开车那伙不好干。开车头向前看，一看车流一大片。日照香炉叼根烟，一开都是大半天。商女不知亡国恨，一进车门都发困。夜夜思君不见君，开车开得直发昏。待到花开灿烂时，开车开得眼发直。亲朋好友如相问，我说我在道上混，做男人累呀。哟，师傅说得可以哟。男人累，所以才会去敲背；男人愁，所以才会去洗头；男人苦，所以经常才去赌；男人忙，所以经常上错床。男人那辈子好难，做女人更难。漂亮点呀，惹是非；丑点呀，没得人理；开朗点呀，说人太疯；不说话呀，又说有缺陷；不结婚呀，说没得人要；结婚呀，又没得自由；老公帅呀，要成别个的；不帅呀，对不起个人；化点妆呀，说的太招摇；不化妆呀，说的是黄脸婆。男人也累呀。会赚钱呢，怕你养二奶；不会赚钱呢，怕娃儿断奶。赚一点呀，说你不成熟；花心一点呀，说你是禽兽。有钱呢，别个说你是坏人；没钱呢，别个又觉得你是窝囊废。自己奋斗啊，等有钱了，女人也老了，让女人养啊，不如自工当太监算了。不去应酬，怕老板把你废了；去应酬啊，怕老婆把你废了。做女人累呀，要学会做老公的情人，要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杀得了木马，翻得过围墙，开得起豪车，买得起新房，斗得过小三儿，打得过流氓。人不可貌相，小三儿不可斗量，没有拆不散的夫妻，只有不努力的小三儿。你们女人肯定累呀，兄当们找两头五花肉，啷个不累嘛？再累也值得，那是我们女人的骄傲，娃儿的饮料，男人的爱好。四十岁以前的女人又换了工体鲜花，四十岁以后的男人又换老婆的行动。婚前男女见面都是亲嘴，婚后男女见面都是吵嘴。婚前男人天天盯到女人，婚后女人天天盯到男人。你们女人要想一辈子幸福，不被甩，不被骗，最可靠的都是找那两种职业的男人。一是考古学家，因为你越老他对你越感兴趣。二是开火车的司机，因为他永远不敢出轨，出轨都会死。女人一辈子其实挺难的，二十年的工作，一天的皇后，十个月的贵妃，一辈子的保姆。你们女人少女是半成品，处女是极品，少妇是成品，情妇是补品，老婆是日常用品。你们男人二十是半成品，三十是成品，四十是精品，五十是极品，六十是次品，七十是废品，八十是纪念品。女人应该有丰满的胸脯，男人应该有丰满的腰板。男人是头狼，选对了保护你，选错了咬死你。女人是条蛇，选对了缠死你，选错了毒死你。这个世界上没有男人，女人会发疯。那个世界上没得女人，人类会灭亡，因为你们男人都是我们女人生的。哼，你们女人都是跟男人睡过才生的。你绝人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要下车。好多钱？60块。给你100，不用找了。
大姐，你给你钱呢？没找到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不用找了。嘿，大姐，你相机，你相机。你才相机，你想鸭子？不要算球了。哎，师傅，莫慌，我相机，我相机。哎哎哎！